向左转，然后向左转。智慧导引系统轻松找到车位，不用额外下载 App。花莲县政府利用通讯软体的功能，节省驾驶人在市区街道绕行的时间。因为我是在外地工作，我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有时候比较运气比较不好的话，通常都是二三十分钟。尤其是假日的时候。县政府整合花莲县各个停车场及路边停车格，装设感应地磁，透过网络连线，游客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找到空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车。花莲县智慧停车的导引系统，初步的去估算哦，使用这个软体去找到车位，可以减少大概5到10分钟的绕行时间，的确会帮助各位在我们花莲市啊以及花莲县使用这个路边停车格以及停车场有非常大的帮助。系统能查询附近500公尺内的停车位，结合红绿灯下方 LED 显示器智慧导引，节省民众时间，也让车流更顺畅。大爱新闻何玉怀、温国家花莲报道。